编对联，大家还有兴趣没有？有哈，就是编对联，反正自己从这个十七店里面再找，或者大家就写一些刚才杨维珍的那个风发疯的字儿。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讲这个吴镇。吴镇的话是这个袁四家里面的第二家，他年纪好像是第二大的。这个是他，这个是也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双松图，大概是吴镇这个画里面最出名的一幅。那么这个是整面的一个，这是一整张，然后这面的话是一个细节那么跟刚才的那个黄公望的话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区别是在哪里？一个区别的话就是说，它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很多这个细节的这个笔触它藏得比较深也看不到太多，但这个本身也是绢本，这个绢的话这个放久了之后这个变颜色变得重变得多，这个绢不如这个纸耐久然后的话就是，但它这个晕染的话这个很多的功夫在里面。那么这个如果是我们看这幅画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感觉的最大的感受实际上是这幅画的这个结构那么这两个松树在这儿，这个结构看着很舒服但是这个笔墨咱们仔细看也会有一些很多东西可以挖掘，但是就是说这个欣赏的这个观点那么就跟刚才的这个富春山居图的话稍微有些不一样那么大家有些什么感受看了之后？有没有机会放山的那个地方比较好这个山的地方你说这些地方对，比较能够，因为刚刚也是山，像这个就，它就直接是树。你说这些石头？或者它树可能比较好，就直接看树。我是觉得它这个树的这个造型非常好。对，对。那么像这个画的话，就是说，连大海都说好的话。就很容易让人接受了，这个是很容易让人接受。那么这是一种实际上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种这个绘画吧，就这个造型的话，这个在这个画画当中的话，就是说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算不算工笔画？不算，算工笔，算工笔吧。但是它叶子其实可以算是空笔，它都是点出来的吧？对，点出来的。它这个线条不是它的主要的这个造型的这么一个工具，大部分的话，如果你是看这个墨的这个晕染这些都还是点还有一些比较这个有趣味的一些线条来造成的。好，那么下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刚才也问过的大家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字怎么样？不错好，肯定好。到底好还是不好？好，太小了。因为他用笔可以看他对笔的控制很好。用笔可以，这个是一个理性的观点就是看他这个用笔，可以知道他这个对笔的这个控制力很强看。好，挺潇洒。这个是他写的这个《心经》。观自在。大家有谁背得下来？心经有人能背得下来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到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忘了。还要指出这个字哈，不能光背。看不懂啊。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即是空，即是色。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香味触法无真够可以无意识见无明亦无明镜啊不会了。由衷的爱我。默写，默写，以后要默写。那再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让这全国人民都能弄懂。是人家给大陆群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度一切苦厄。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上次向阳讲过的。对，他那讲的很好。还有那个吟诵的那个，对，那个确实是那个非常好，大家咱们还有那个录像，后来也没发出来，没有录，没录了，没录。他在喜马拉雅还有一个，没听我的话，喜马拉雅还有。然后这个舍利子，舍利子是个人，舍利子，色颜色的色，色即是空，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不对，他这个写错了，好像是跟我们的版本不一样。度一切舍利子，舍利子是诸法空相，舍利子太好了。色不异空，不异空，舍利子是诸法色，空不异色，色不异空，那是少了一句。对，色即是空，对啊，他少了一句，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他少了一句。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舍利子是诸法空相，而在后面。这不是全部吧？不是全部，这是第一幅，这是第一幅，空相，叫做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那么这个字怎么样？大家看一下。不错，草书，大草书，喜欢哈，我喜欢什么？很流畅，还有呢？部队也好。跟刚才的杨维桢比，这个区别在哪？杨维桢特别的故作的那种，非常自然，就看得很自然。对，他的笔的控制非常好，你看那些转折的地方。非常的圆，非常的圆哈，这个圆字讲的。能举是哪几个字啊？每一个字都很圆的、啊。每个字都很圆。它这个基本上没有随便出这个角度，但是这个地方哈，比如这个瘦下来是这个瘦，那么这一笔的话是跟那个杨维桢的写法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但是它这个控制的话，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哈。那是败笔吗？不是。不是败笔。就是他是写的好的。写得好的，这个好的话没有绝对的哈，就是说你喜欢它就有时候就是懂，你不能说它就没有败笔，但整体感觉的话就是这个这整个这个就是它写得比较圆，它没有这个用我们这个一个话来说就没有望生归角，就是没有随便的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也有很多的这种跳动的感觉，但是跟刚才杨维桢比的话，就显得很含蓄的这么一种跳荡啊。老师，你说这里面它算是狂草吗？这个基本上是大草书，狂草。对，那么有些字的话也不能说它写的很规范，像这个色字写成这个样子。对，这个，你说它是什么字都可以。说他这个名是不是还是挺提的挺高的呀？应该提的比较高，对。他这支笔的话也是，应该比较软的一支笔吧。因为我写了17帖，我觉得写的不粗，我一看他是写的细呢。他写的细啊？有粗有细。有粗有细，对。至少有变化呀，他细的。嗯。他的字的变化不多。字的变化不多，基本上同样的字是同样的写法，同样的写法，对。像这个空字，就是空啊，对，这个就是说的这个，不，那个后面那几个步子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速度快，然后也不加思索就这么写。但是有些线条的话，它确实是拉得很好看的。哦，那是线条，人家是画家。人家是画家，对。像有些线条，它确实是都是做得很好的。那么这个是就是，所以说咱们要讲这个书和画的话，就是说并不是这个一把尺子能把所有的人都量了。有的人这个画得很好，这个字不一定写得很好。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这个画画的好的话，这个对这个笔的控制能力一定是好的。
那个以后咱们讲到这个现代理解这个画家兼书法家的名人的话，这个特点就尤其明显。行，我们还有这个倪瓒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倪云听说过。那么这个元世家里面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黄公望，一个就是倪瓒。这个倪瓒的话，那么他画的这个山水的话，这个有一个特色的话，就是说显得特别的空啊。那我这基本上就是他所有的画的这么一个构图，前面有几个是一个小山坡，然后有一棵树，然后远处有些山，那么这是典型的这个南方的山水啊。那么这个是一些细节，咱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用笔啊，还有这种造型的这种纹理，那么这个墨色的浓淡，这个线条的这个组合，那么这个是肯定是大海要说这个看不懂不会欣赏。是啊，这个就是咱们再慢慢以后再理解，也可以讲一些的啊。实际上的话，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你怎么样这种抽象的这个线条，你把这个现实中的这些实物表达出来，那么这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思想的这么一个跳跃啊。那么这个古人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理论，那比如说我们就画这么一棵树，在西方的话，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把一片一片树叶子画出来，在宋画的时候也是把一片一片的树叶子画出来，但你这个树叶子你再怎么画你画不出来呢，一棵树这么大有多少片叶子你怎么画，对吧？那么所以后来他就发明这么一种画法，这种点，然后不同的树就用不同的这个方法来画，那么这个四棵树的画叶子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么这也是从这个现实生活总结出来，然后怎么样来代表这种不同的树，它的树叶会是怎么样的。但它的树干是同样的方法啊，树干也稍微有些不一样，也稍微有些不一样，长得很像啊，差不多几个树都是这样。它这种叶子突然有一个问题，老师，这个他们都是像倪瓒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黄公望，他们都画的是这个江南山水。那个吴镇的话，他那个刚才秀的那张图也应该是江南，也是江南，是江南，但是他更多的是松，是吧？哎，对，这个江南也有松啊。看他这个山水的话，你说仔细看他这个山水的话，实际上这也是江南一带的风景。那就是平坡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这个丘陵了。那么都是元代嘛，元代的时候，这个北方的话，基本上对中国文化没什么太多贡献。这个是说到骆涛的这个心理学。没有。啊，这个很奇怪的哈，就是说，确实是这个，从这个黄河再往北的话，那么除了山西一带，这个对中国这个文化贡献相当大的话，其他地方对中国文化的话，传统文化贡献确实是相对比较少一些，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初他们这个金国把这个宋徽宗这么大的文化人物这个抓过去了，他们的也没有变成有文化的地方。抓到这个在黑龙江吧，他们后来他死在黑龙江嘛，五谷城。太冷了啊！太冷了。没有力气穿。那思想都冻僵了。就是，就在家拿不了吗？反正。诺言。真的有可能，老师，就是在黑龙江如果要特别冷的时候，就拿一根绳蘸水。这不滑一圈，在外面就已经一根杆了。所以是木。变成一根杆吗？就动了，就可以用了。可以做拐杖了。也是当戒指。木肯定能动的。那谁还可以烧炕吗？那屋子里冷，老师。我没去过东北啊。没去。你就是躺在那个炕上哈，身上烙的你，烫的你，肉疼。鼻子能冻得流鼻涕，就真的这样，下边烙着嘛，然后冻脑袋。我回老家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戴着棉帽子，然后我的六爷，我姥姥帮我把那个帽子啊、围巾啊都围到脑袋上，就受不了，完底下烫的就出汗的那种，炕确实烧的热，那有几百年前更惨，那有几百年前更惨。
对啊，几百年前更环境就更就更脏了，去烧了那个不会密封吧？是烧火吗？对啊，就是往那个炕上厂里在烧那个柴火，对柴火它都是，反正是如果有，你看你烧在多少钱？那个条件可以从外边烧一个炉子，然后那个东西。好，然后咱们再来讲他这个这都同样的问题啊，他的字会写的怎么样？大家可以猜一下。已经看到了，对啊。已经看到了，刚才不小心翻给大家看，那字写的怎么样？很有特色，很有特色，看。有特色，它跟前面那个很像啊，刚刚那个铁是铁，杨铁牙啊，很像，我以为就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我写的也不好。哪个字不好看？他的有自己特色。那个结构不好看。结构不好，那个我怎么算的？他涂掉了。啊，这是什么？他点了三点。点是，点点点就不要了。点了点就不要，对。对啊，不要。在哪？在哪？点了点就不要，在哪？我没看到。第二是哪个？第四个字。不是，对，左边大。左边大字。大字。这个我字。在哪里啊？那两边的第二行第四个字为什么要点点点点那个点就是那字不要了哦不要就划掉就完了划掉就不好看了啊点两点那点两点跟点三点什么意思这个是点在下边可能是这个从这儿就是从旁边那个看看哈欲写新诗成就第二行四个字啊，欲写新诗成满纸，为我千言淡如水。叫这个什么字啊？看不清。静言。迂言，迂腐的。啊。迂言淡如水，白云淡淡，何从来？来伴孤影北窗棂。哦。这个是从这儿还是这个来这儿再写一次。对。然后这个是。来伴孤影。我这要去掉。没办，这个就是我，这是三点的话，这个就是不要了。嗯哼。办，就是来伴孤影北窗棂，酒味甘浓便酸，世情对面酒迷山，白云且歇无情有，明月幽情与往还。嗯。与往还打啊，这个人的话一生很有意思的，就早年的话是活得相当的这个舒畅。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话是当地的这个富豪，大概是道教里面的人物啊。然后他哥哥的话也在道教里面很有影响，所以家里面很有钱，过得无忧无虑。后来他哥哥死了，这个家里面不能支持他了，然后这个就成了这个到处流浪。然后这个是他的这个画的话是到他晚年之后，然后这个画才是真正是画得越来越好嘛。那么这个是他的字，这个字的话就是说现在学的人不少，就是他这个小楷相对说来容易写，因为这个用笔结字的话这个特征都非常明显，就写起来非常容易啊，也不是非常容易，就是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控笔的这个，那么就相对说来就比较容易一些啊。老师你说有人在学这种小楷？有啊，很多很多。我也不明白，吃饱了撑。写字的人都是吃饱了撑的。他的那儿写的很有特色，很有特色。他这个横的这个起笔也很有特色。老师哪一个字大声一点可以吗？啊，那就是这个一字这一捺。不是你，还有他那个环的这一捺，道的这一捺，势的这一捺，用这个笔戳下去，盘一下，提起来。这个字的话，就是大家以后写时候，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写着写着玩儿啊。还有它的结构，结构也比较对，这个也比较突出。我们是往就往上啊，我们是王羲之派的。王羲之派的。王羲之一听，什么时候有你们的？哎呦，这也好看啊！这个是王猛，这是袁氏家里面的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一幅画的话也是很有名的一幅画，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叫做巨欧三乌图吧，好像我忘掉了。巨欧灵乌，巨欧的话就是太湖的这个另称哈，别称。这个七的话念欧哈，巨欧欧就是一波，就是水啊，应该是有三点水。那么这是一些细节，嗯。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画是有什么特色。它的线条很细，线条很多样，好复杂。然后有层次，很有层次，但是有点繁复。繁复，这个是它非常的繁复，这个结构做的相当的密。那么原王猛的话，这个实际上流传的不多，大概全世界一共大概是。能够确定的真迹的话，大概不超过20幅，好像据说，是吧？但是王猛的话，这个身份特别独特哈、啊。是。为什么独特？早说。对呀、啊，昨天才说。嗯，但是赵孟俯的外孙的，是外孙吗？是外孙。是外孙，对，赵孟俯的外孙哈。那么大家想想他的字是怎么样的？那肯定像赵孟俯，肯定像赵孟俯。这个大家一猜就猜准了呢。哇哦！对对对，哦，果然家里的书信太多了。而且从小就承欢膝下，肯定是受老爷哈。老爷。外孙。北方的叫法。可以一假乱真。外公。这个赵孟俯的话，就是说有两个儿子吧，好像是两个儿子，后来长成了。那么写字的话，其实都跟赵孟俯差不多，然后他太太写的跟他差不多，虽然水平有些区别。那么现在传到这个外孙这儿的话，那么也差不多哈。嗯。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看，其实也有一些区别啊，有些区别不大而已。就很多这个细腻的东西，实际上也被他丢掉了。怎么觉得有点像那个文征明？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有一些这个赵孟俯的字的话，那么就是实际上就跟文征明是一模一样的，相通的哈。就文征明是从这个赵的这个面目里面学了一部分，然后就变成了这种。嗯。啊，这个实际上比这个文征明的话写的还是要好很多。嗯。我也觉得啊，文征明就是晚年的话，这个用笔非常简单，结构也非常简单，他更有名气的话，因为是他自己写出了自己的面目。这个还没有摆脱吗？他没有摆脱他这个外公的这个面目。老师，你有没有机会再告诉我们，就是有什么差别啊？因为什么差别，我这个赵孟俯的这个要另外调出来才行啊。那么可以讲一下的话，就是说有一些转折的一些细节啊，那么这个差别是有的。那么这个的话，就整体的话，他把这个赵孟俯又规范化了，就是只是取了赵孟俯的所有的这个风格里面的一路，然后他把它给规范化，然后就写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个只能空口说了。那下一次的话，有机会然后再可以把赵孟俯的东西再放上来，对照。啊，好，那今天就基本上就讲到这儿啊。下面的话，大家就练一练。下课。原来的你对。
挺好的，啊、你的作业就挺好的。然后呢？你下节课还来吗？不来，不来也是。下节课就不来了。明天就走啊！还在录呢。对呀、啊，按一下，按一下。